空气很新鲜，这里的小吃很特别，这里的latte不像水，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，在1万英尺的天边，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，在讨价还价的商店。 在凌晨喧闹的3、4点，可是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？电话再甜美，传真再安慰，也不足以应付不能拥抱你的遥远。 可是，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一个人过一天，想过一年，爱的那一天，乌云一整夜，我很想为了你可是，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身边？